明天就回去见我爸妈了，你紧张吗？这有啥紧张的？我这小嘴儿给你爸妈哄乐呵的。来，大家看起来，现在我是我爸，你看你怎么了？你现在是你爸？嗯。叔叔好。哎，叔叔长真帅，长得活灵活现的。叔叔咋不吱声？走高冷范儿啊？你来我这空手来啊，小伙子。哪能啊？带着广告来的。你看这是那啥？蜜果红剑兰大礼盒，你看这包装，看这质感，再看这小扣，是不是整个细节拉满说？哦，那里面装的是啥呀？里面啊装的是五款来自全球各地啊优质的大坚果，特别是这个阿富汗的晚松，比一般松子晚熟30天，颗粒更大，口感更好，营养更丰富。我跟你说，这松子就得配小酒。嗯，不行，咱哥俩喝点。谁跟你哥俩啊？离我说现在你人可以走了。你看你说，你这样我给你讲个笑话，缓解一下咱俩尴尬的局面。你知道什么动物最安静吗？王八？不对。蛇？错。啥？猩猩。啊？因为猩猩生气的时候会敲咪咪。周雪。叔，你过来。周雪。叔，你别这样说。走开！我跟你说，你对我爸放尊重点。抖音